公主，你有梦想吗？我的梦想就是和我的初恋修成正果。我的梦想是不是很容易实现？你应该问他吃这些药多久。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我们怎么可能同意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？我们就这一个女儿，我们是不同意她嫁给你的。没关系，咱们有一辈子之约，就是我们的。上次你说你在国外过得很开心，我竟然就信。我在国外一直后悔我没有拦住你，我怕你一冲动你又做出傻事。朱颜，对不起，以前的事情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。你有梦想吗？我的梦想就是和我的初恋修成正果。